夏沫，我警告你，离小雅远一点，你是他弟弟。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知不知道，如果不是因为你，他根本就不会认识曲蔚然。说啊，是不是我杀了你？不是你让我亲力亲为照顾你的仰望的吗？看来我在你心里还挺重要的。大白天的别做梦了，我就是要告诉你，我不干了。我还以为你是来找我重温旧梦的。那些照片你看了吗？拍的还挺好的。你就不怕我生气吗？那些照片拍那么好，万一上传到一些奇奇怪怪的网站。嗯。哎。你要去找工作？我的生活也是时候该成的。哎呀，着什么急呢？再好好休息休息啊。妈，你不懂，这得忙起来就会好起来的。先别谈工作上的事啊，来，把药吃了。我支持你。